2000嘛，你可以把这2000移到别的装备上面去看一下。如果你要出穿透的话，你不如买一些别的。就是现在亵渎它对于我来讲，你买了跟没买一样，买了但又好像没买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买了但又像没买，对吧？它是个重装，没错，买了像没买，就很搞笑。就是亵渎，你现在买出来，你现在买出来它的意义也就在于是一个属性了。你只是要它那40点攻击力跟18的穿甲，但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这穿甲2000块，你换别的装备可能要比这个厉害，别的装备的小件的2000块可能要比你这个城装亵渎要猛，所以亵渎的装备是肯定废的，因为钱花了你要重新打。提亚马特，小提亚马特真的比较猛。其他就不太行了，确实。剑魔不可以出，他当然可以出血。那肯定死，first 的不了，没事啊，这死是小问题。就先回回图，不着急。啊！你怎么不走呢？这不等于没帮？你可以出，我已经说了，你亵渎可以出。你首先你先看一下提亚马特的主的效果跟，跟在你再跟亵渎你对比一下，你就会发现这两个装备，它除了面板以外，它没有什么不一样。除了这个装备属性面板以外，它的效果，装备效果大的跟小的没有任何区别，没有任何区别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你把它买出来，你就多加个2000块，你买装备效果啊，你买那个装备面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除了这个以外，没别的用处了。报你怎么还不来抓我呢？我有带一个工具。有剑气刚刚可以 Q 闪一下，少一点血。可惜，这个地方极限。哎，塔杀的还好，塔杀那还行，塔杀的那就还可以。嗯，这么来，失误了吗？也不算。可以慢点再 Q， 我可能就不会死，但好在还行。他没拿到这个图，
我操，回这么多血，回大口血，刚刚怎么回事啊，兄弟？我看那剑气怎么回那么大一口，有 bug 吗？ 这是饼干，我是我回的血，他没有。等一下，可能是我生命值太高，我1800的血，血量跟他差不多的，我血量还比他高一点，这么瘦的。 如果叫大就说明这个豹女的上，不叫就说明不在。我要不直接把黑切打出来吧，就差300了，300的话一波兵多一点就可以了。给我送钱。哥能讲一下这版本剑魔符文怎么带吗？听说不灭药削弱了。 我还不知道下个版本怎么样呢。哎哎哎！哥们别搞啊！哇！我被螳螂扰乱了心智。 抓不到人过来 Q 一下兵干嘛？这样先踢过来吧，再吃个东西。怎么打大头？双排叫个打野，单排打不了大头。 跑下去的，跑到我去，还行，其实只要发育不掉就没事，发育不掉就没事。剑魔打大头很幽默的呀，别用大头吧，你不行你玩个刀妹也行。剑魔打不了大头，你就只能在塔下挂着，兵来了吃兵，不然怎么操作，操作不了。 你要么就打野一直帮你抓，一直抓，一直抓，抓到你装备起来了，你才可以稍微可以，懂我意思吗？就稍微可以运营一下。
可惜，哎呀，我三刀可没砸到他，有眼就好，有眼砸两个，姗姗来迟。 做提亚马特吗？哎呦，我想一下，好像不太需要做哎，这把不做提亚马特，直接黑切加禁忌，直接黑切加禁忆，不做提亚马特，双穿透，这把还得做破盾刀，幽梦也行。 幽梦就十八的穿着，但是没有像他禁忌十级这么痛。但是幽梦多十点攻击，看一下，幽梦十。感觉这游戏现在玩着看思路，不太看你出什么装备，主要看你的思路。看思路，看队友优势。你思路对队友优势可以的话，你玩什么都行。 凶啊！我操，那好凶啊，兄弟！那么凶，有小风龙，还可以403。我以为后面有人，我也觉得。 没有，他只是单纯恶心一下，我都不让我吃这个。不行的话，我们就跟之前一样，地震禁忌十级算了。出一堆穿透，我操，猛的要死。嗯 干他呀！敢干他呀！赶快来人呐、啊！哇操！这队友都在干嘛呢？嗯？不太懂。 你看就是这样子，很尴尬呀！你出半肉，缺输出的队友就是很幽默的，懂我意思？感觉提亚马特还是得搞一个，这主动伤害还是得要他的。减速麻了是吗？我操，那这么幽默呀！我在的时候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不上，我不在的时候又上。 你们要干嘛？提亚马特还是出一个吧，我感觉小提亚马特就行，不用出大的，出个小的就行。1200，买着他这个效果，多一个小技能的输出，不然清兵太赖 Q 了，输出也就行。Hello。 出什么都没用，队友不优先，这种减速多招给俺们出。
Let's try the game. Oh, no. You看原来这个 QE 加个亵渎就死人秒了，现在不行了，兄弟们。现在是真的不行，现在是真的缺很缺那种额外输出，额外输出，这把功能性吧，这把功能性吧。 真不太好打死我。 缺伤害呀！小缺伤害，三件套都不到300攻击力，我操，这太难受了！不到300攻击力，以前是60，以前是130，60，20，20。 我少了25点攻击力，太缺伤，太缺那个，说什么都没伤害。是你可以出很高伤害，你可以纯出刺客那一套，但是问题你进去就死了，我操，很难秒得掉人。就是你 Q 要打准，还要 A 别人一下的话，你可以这么玩，也不到的 G。 像这样跟人性吗？你顶前排对吧？
打不死人的，只能这样功能性了，那你怎么办？但是我操，这玩的好恶心，你懂吗？就是我的队友他是不上的，我上去打他，他们是不上的，这个会让我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信任他，我就上去卖，但是。 不残血，他们是绝对不会上的，你懂吧？就是，哎呦，哎呀，真的是，你就会很难受，很难受。他们是不上的，你懂吗？搞个青龙刀吧，或者出一个霸王血铠。你知道你在对面眼里你有多猛吗？那没办法，我队友不上，那没用，你知道吧？ 全在后面 OB 啊，没有一个敢愿意上来补伤害的，就全在打我。他攻击力太低了，这英雄，他现在就是让你当一个伪核心的玩法。你出穿透，你要你很顺，你出穿透，你怎么都能杀起来？我感觉他现在穿透他那个成型不了，很难成型。他太缺输出了，缺额外输出。 他现在提亚马特装备就是你所有的攻击力都一样，他的主动伤害都一样。然后因为攻击力低，你 Q 不死小兵嘛。我是可以改变玩法跟心态，但问题是我这个东西很难改变得了，他不上的。有句话叫什么不见兔子叫什么来着？就反正就指着说。 没见到好处，他是不上的。不见兔子不杀，有点这种感觉。 就是你这样出一倍麦，你就特别难受，因为相当于就是你把矛交到队友手里，他如果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矛，就很难受了。你是举盾的，矛在别人手里，你顶是顶住了，但是他不知道进攻的时机，那就烂了，你知道吧？矛盾他两个都很重要的，干他呀，这不干他吗？我操！ 哇操，砰一下，好疼！只能是这样子玩，七七七，这只能是这样子玩，玩的贼难受，就经典工具人，我操！那这样子出，我还不如出我刚才我之前讲的那个星穹挺进加青龙刀呢，我还不如这么买，星穹挺进青龙刀还比这个猛得多，这个 CD 好少，没什么 CD， 几乎零 CD。 就算大招调成100%回复，还是因为自身伤害不足，队友没输出就基本上记了。对，你像这个是沙弥拉，他还有点输出的，他至少还打点输出。缺 CD 这版本，缺 CD 缺伤害，就是技能没那么多段。以前这个时候他是有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有星穹的主动，那个星穹的被动伤害，还有一个亵渎的主动伤害。 但现在都不行，现在都不行。我打国服、韩服都差不多，只不过工具人打法韩服会好一点，但也是那个问题，就是队友烂了就不行。你要你无条件相信队友的。啊，青龙刀出来就是稍微爆一点。 这装备它就是青铜刀出来就爆了。
焚天要完全成型才有用，对的。焚天他就是依赖平 A， 你 A 不到人就什么都没有，你 A 到人了就有，你 A 不到人就什么都没有。 杀露露呀！我操！哎呀，这个是真的没伤害，我打不动就奥了，我就走了。有坦度不考虑带征服者。 还是真幽默，我操！打是打得动，但是很幽默。这青龙刀出了就很爆炸，就你要么早出，要么后出也行的。我之前说那个青铜挺进的套是第三件出嘛，然后你第四件不爆血铠。 或者你不棒血铠，你可以直接出那个，可以直接出青龙刀，哦，对，直接出那个冰刀也可以，都行的。黑切点满二还有300护甲，哎呦，快走！ 这一件装备给130攻击力，就霸王血铠是数值最高的攻击力装备，就前提你装备里面有血量装，它数值就会很高。肉是肯定肉的，这个是不用说，你千点血你要 A 回才行。那这么看这个竞技时机好像又没什么卵用。 我不如把它换成我的星球，我换星球不香吗？我操！这些实际都穿透了，没用。把它换冰刀吧。换冰刀吧。血量还是很高。 霸王血铠就是战士的大帽，这你还真说对，这你还真的说对。我操！我不在，你们怎么打？我来！ 来个锤子，妈的，一秒就死！我不在呀，工具人不在呀，幽默，好多空空到死，工具人不在，你们上锤子，阿文的日炎伤害在巨高。
他一个 W 能碰我这么痛，奥文一个 日 元48的输出，坏了，我队友飘了，这就是尴尬的地方，打不死人，你只能替队友扛，但是一旦打输出的人他飘了，就会有问题，这就是我最诟病的那个四一分带，就我最讨厌的四一分带，或者是四保一，哦不就四一分带说错了，是四保一，我最讨厌的四保一，你能懂我意思不？这我最讨厌的四保一，就是。 你必须得保着那个核心位，哪怕这个核心位它不会玩，你也得保着它玩，就很低效，你知道吗？就哇操，这根本顶不住。换血手吧，哪个换血手？这个换血手，还是这个换血手？奥恩的反甲输出更高。早就又换焚天了，你说的对，我要换个血手。 经济实际得换，这东西没什么卵用，打了这么大后期，单带我没机会单带呀。你们这不能来个人破一下吗？那个。 根本碰不到我，说实话，先买个破盾刀吧，换个破盾刀。哦，已经有破盾刀了，那算了，已经有破盾刀了。 冰刀没用吗？血手还是一样，血手只不过让你再多蹲一多扛一下而已，没什么用。 切不该换，因为换了我队友打不动是吧？我这会数值的一比五，包啊包啊这里啊！我靠，好掉！
真的硬啊！他把这两个人烦死了。我真他妈服了，这冰刀不能，黑切还真不能换。哎呀，难顶！星虫真，你看星虫，我这波出来挡了1500啊！星虫真得要这装备，真别小看这个装备啊，它真有用的。青铜是真可以的装备，那我不然我买一个这个进去绞死吗？这感觉一般啊，算了，还是得黑切了。血手也很垃圾，血手。黑切吧，黑切吧。坏了，防要死了，把人分割掉了。真的数值都这么灰。真霸王血开啊，出来出去还是我昨天说的那一套啊。兄弟们，你真得这么买啊，你不这么买没攻击力数值的。然后对面因为有个奥恩，我必出黑切，百分比削他的甲。这样队友打他也能稍微疼一点。我出，可以可以，奥恩死了。这确实得这一套哎，得保着队友打。他现在这游戏就改成这样。而且还是因为我带着不灭，你看我这个不灭加了343的血，这个加了360，这我的符文加了800多，我符文纯纯给我加了800多点血。我如果不是带着不灭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带不灭吗？杀杀杀杀杀杀！哎呦，真的难玩哦。